九儿，是你吗？你的气息我认得，你说句话好吗？我确实跟火夜他交过手，但我是有分寸的，我不可能，也不应该伤害到他的呀。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你。 所以我又回到那个院子，重新仔仔细细的勘察了一遍。除了你，陈老板的小厮和车夫，再没有其他人的痕迹了。而那个小厮和车夫的脚印，离我衣服的位置还很远。他们又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将我衣服一掌毙命。 我真的想再找到另外一个人的痕迹，但是我真的找不到，那儿什么都没有，我真的什么都找不到，除了你。难道真的是我吗？ 那个时候，恐怕你的心里面只有柯云茶，根本就顾及不到我衣服的安危吧。或许你不是有意为之，但。 但是韩城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你。从此以后，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。 我们互不相干。